真的很漂亮，超漂亮的。要不要再跳下去一下？要。这时间滑应该。今天玩水大概，今天笨都玩完了。哇！而且我觉得今天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那个妈祖一直跟着我们。真的，你不讲我都没发现。他在我们的两点钟方向。他一直在守护我们。有啊，我。 吊上去的时候，妈祖保佑。你看，哎，那个莫比亚贵打电话来，我们回他，看一下。莫比亚贵啊，你看 ，Hello， 你在上班呢？没有啦，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干嘛？我明天就来了。我一声对不起。啊？ 我自己有临时有一点事，然后我后面两次我就不会跟你们一起。啊，后面两次啊？哎，哥哥，我认真讲，你没有来，我们的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声音。真的，你录一段叽叽喳喳给我们好了，我们想你的时候就可以放一下叽叽喳喳。你怎么哭了？没事啊。 我们知道你有你的苦衷，我们也很舍不得啊。对不起你们了，不会。下次就见面了。兰姐想要跟你讲一个秘密。好，可是这么大声是秘密吗？我们待会他们可以知道。好好好好好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在这一季的时候跟你有很像姐妹的感觉。真的，我也有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越来越近的感觉，很开心，而且每次需要取暖都有你。 取暖，都有你。今天没有你，突然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，所以很想你。有觉得好像这次跟你的距离跟以前不一样。真的。这是我想跟你说的。真的，我也是。喜欢。赶快回来啦，你的位置永远都帮你留着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哦。不会。爱你们。最后送你一个漂亮的夕阳。拜拜。 哎，那我们五个来合照一张好了。好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下次见，鬼，拜拜。下次见，保重哦，拜拜。怎么这一季都怎么这样有点伤心惆怅的感觉？哎哎，哇，这个夕阳真的好漂亮。欧巴。